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儿来学习怎么做泰国菜。然后呢，刚才我和我妈妈还有我爸爸，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春卷，并且现在正在炸它。然后我希望今天我们会觉得它非常好吃，而不是回去自己拉肚子。自己做的食物一定要自己全部吃完嘛。然后我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没事，以后会有更多中国人过来的，所以你们要学。Then we'll be more Chinese come to here to learn the cooking class. So maybe you guys should learn some little Chinese. Baba, see this color. Yeah, 学它这个颜色。那么宽呢？你当心一点哦。My mom said, he just have three and she have four. I don't know, this should be the winner.啥接受？那你说他只有三个，你有四个，那这样子让你觉得很开心吗？This one. 现在你来的 OK 啊、拿出来放在这上面。这个可以出来了。对。放到你的座位上。